大家好，我是一晨。Contact.io 是一个能够帮助你主动记得定期联系客户、维护客户关系、不错失销售机会的软件。打开 Contact.io， 这里是我们最新添加的联系人。假设我们这个 AT 这哥们儿是我们重要联系人，我们从这儿从左往右滑一下，他就添加成我们重要联系人。假设其他人都不是，那我们就完成，于是 AT 就进入我们重要联系人列表了。然后点出 AT， 这默认是一周一次联系频率。假设我们想更改一下，我们可以把它更改成一月一次，那么系统以后会每个月提醒我们联系 AT 一次。我们回去，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们需要联系戴总和边总。比如说我们看到我们要联系边总，我们打个电话过去跟他寒暄过一次，那么挂了电话以后呢，这个任务就完成了。于是我们从右往左这样滑一下，这个边总就从今天需要联系的这个联系人列表里面就被去除了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费。Contact.io 可以帮你记住客户的重要细节，让客户觉得你很贴心很亲切。打开 Contact.io， 进入备忘版，可以很快的记录它的特点，比如喝黑咖啡不加糖，我们可以把它加到一晨的页面里。下一次再打开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晨的页面里会显示黑咖啡不加糖。